今天龙草乡三角村清水桥的顶游进入北江溪口一段牌已经收准完成，但是大牌出水口的北江溪却是淤积沙土相当严重。龙草乡长参选人吴顺凯指出，三角村位置咧北江溪畔地势较低的所在，最近这几冬曾经有三届淹水的经验，拢是北江溪北中一楼直冲三角村，但是北江溪流水当面拢无收准，积沙相当严重，让人真烦恼。因此，是呼吁相关单位赶紧来关心这个饮水问题，希望会当解决三角村村民饮水的疑虑。包围着三角村的大排水，以清水桥来分界，顶游是连接着嘉义市西区沿水上水排进入鹿草到三角村出水北江溪。也因为顶游已经疏浚完成，但是下游的出水口北江溪算是。积沙严重，风台天要来啊！这边不好，哦，啊，看起来真顺，啊，但是这边呢，你看到这边土都动起来，这风台期要到啊，啊，这边无整治，势必啊，这一定会有问题，啊，有问题引起了，就是我参加啊，搁着灾害的灾区啊，所以唔忙政府哦，做工课卖做一半。这边有处理好，这边嘛爱处理，安尼起来会顺，然后灾害到某一个程度，唔敢袂伤害到。啊，阮三角啊，唔敢会当恢复一寡生活面会更加正常，或者老是住咧住会较安心。这做，尤其即马速度啊足紧啊，无五月份、六月份、七月份、八月份，遮拢是风台期，这搁袂慢。遮灾害以后要算伫啥物人的头上啊，这是啊真麻烦的代志啊。所以要有人来关心，啊，彻底甲做好。公筷沙丘生满了杂树，北江溪排水的断面显然是非常少。是哦，骨甲三角啦，啊，咱这个半山做起来已经高于咱砖头，直接看目睭看到拢足清楚啊。这有啥物足特别的呢？就是你家己的水若冲足大个落来，万堆若透袂去，嘛是拼伫砖头内。啊，尤其这个这。雨要大要细，即马拢互你控制袂了，所以即马吼，即、這个北江溪遮即个疏浚也无顺疏处理，遮个台若阁积掉的，即完全就是会淹水的现象，即足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即摆袂歹的，就是讲即摆遮已经清啊，但是北江溪内底无清，即嘛是一个危机啦，哦。基于北江溪畔多年来曾经有三届淹水的经验，拢是北江溪北中溢水。直冲三角村，摇梯啊！即卖是土已经崩关了，哦是安尼。啊，所以你甲看两边的桥墩啊，即卖土已经一直啊浸关啊，后边水路嘛无通通走啊，干那一条小小的北江溪的原有的这个老溪，细一条啊，安尼在透呢，安尼哪走会赴？透会赴啦。所以整治河川是一个对人民生命财产是相当重要的代志啦，吼！啊，这拢爱积极爱紧去做，唔是今年讲完，明年，才讲到即马啊，我咧看到拢无咧做咧。我即马问候未来啊，北江溪流水的断面差不多拢无疏浚，看到北江溪积沙的严重，是不是会用承担起极端气候下暴雨的冲击，令人担忧。黄正佳呼吁有关单位紧紧的来关心。饮水的问题，解决三角村民饮水之忧虑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、陆超祥、蔡洪博德。各位家长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梅山乡的卫生所主任曾文宏医师。5月2日，6到11岁的莫德纳疫苗要开打喽！打疫苗可以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、保护学校的同学，减少被感染的机会。打针的时候有一点点痛，其实真正的痛啊，那时间不到一秒，大部分都是害怕和恐惧带来的痛。打疫苗之前，深呼吸，不要看打针的地方，想想看你想要保护的好朋友、家人和自己，我们医生和护理师都会在你旁边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打完之后可能会有短暂的发烧、疼痛，多喝水，多休息。大部分的反应一两天之内就会改善。如果发烧超过两天，会有很喘、全身起红疹的症状，那进入看医师来厘清原因。那另外提醒哦，少于1/1000的人可能有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的风险。
疫苗接种之后呢，发生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的临床预后大多是良好的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打完针一个月之内，如果有爬楼梯喘或胸闷胸痛的状况，请找医师，请问一下原因哦。